我有一首歌是我自己的专辑出来，这个歌的名字是《嫁给中国人》。嫁给中国人。我发现每到题上这种时候，你们两个人就做了同一个动作。什么动作？难怪你们俩是好哥们儿。那就是嫁给中国人。此时马可与彭宇就这样。哎，表明什么意思呢？这种表明什么的一种骄傲，这心情舒畅。来，你再说一遍，嫁给中国人127。我是来自非洲的姑娘，心中向往鲜明的东方，北极星的寻找我梦想，那是龙的故乡。这里的人全部善良，所有微笑过脸庞，这里笑过大大方方，听说最贵新疆姑娘。嫁给中国人，让我做你的新娘。唱完这一段以后啊，我们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什么问题？他想嫁一个什么样子的中国人？说得太好了，想嫁一个什么样子的中国男人呢？我觉得我的要求不高啊，一米几啊？不是，身高有要求吗？没有要求，因为我的妈妈跟我说，我爸爸以前是 N 啊。不高哦，以前不高，所以你会比较高，因为有科学调查，就是爸爸妈妈的身高如果有差距的话，出来的小宝宝啊，他的身高会比较高。哦，真的，对，我的哥哥他们都高，你哥哥都高，你有几个哥哥？我有5个哥哥。这个我看到重点就是，谁娶到他一定要对他好，他有五个哥哥。没事，欺负他？没事没事，我爸爸哥哥不是这样，没有人可以欺负我，因为我会追人非常好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欺负我。会保护你心爱的。对，好的好的，所以你放心了啊。对，好，方方面面都很符合你。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条件好像说的就是我。哎，对对对，真的是这样。对啊，好不好？那我在他旁边倒去沟通一下感情。谢谢。好好好，哇，对你还真的不配啊，两个人。坐下之后就根本不配了，是是是，重点就是重点，就是重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问，认识一下那个啊，程炫，程炫，你的朋友。这次我带的朋友是我从加州拉过来的，他在加州所有的男生都非常爱上他了，因为他长得美，而且他唱得好，他就叫梅林。有请梅林，有请。自己自我介绍。OK， 我叫梅林啊，我是个中美混血。我在中国7年多了。我现在是做歌手。是歌手。我们加州很多男生追她。真的吗？他加州很多的是吗？他们都会叫我，让我给他的电话，我说不可以，我说不行。哎，他们太像朋友了，爆红朋友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那你会不会很烦这种人？说句实话，梅林心目当中完美男性的形象是什么样子？讲一下哦。形象，长相。长相，先说长相。不能太瘦，必须得挺高的。啊，什么什么？等会儿，第二点啊，不是太瘦，第二点是什么？不能太瘦。挺高的，比我高。比你高。我穿高跟鞋得比我高。哦。对啊，然后呢？其实别的都没有什么，就完了。哎，程炫，完了，干净就可以了。干净，对哦。还有什么？不能长发，长发，因为我的头发已经够多了。程炫，程炫，你不用担心了啊。刚刚低调呗。刚刚梅林，真的？这不算，这不算。他说不能够太瘦，不能太瘦，然后个子不用太高，但是穿高跟鞋一定要比自己高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要短发，还 OK， 还有短发，不能长发，中发可以，但长发不行。程炫，你看，就是中发，对对对，麻烦。然后还要干净，是的，干净，干净。我今天洗完澡了，已经洗完澡了，对，他挺爱干净的，程炫。这有胡子可以吗？理想的伴侣是这样吗？哇！我们是好朋友啊。对啊，
加州来的朋友，加州来的朋友，加州美景，欢迎。什么呀？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他都不明白你在做什么。哎，这个是比较中国古老的一个歌，还听歌词编的吧？是真的，但是我编的歌词就本来是杭州，但我编的加州，因为我们是加州人嘛。加州人，嗯，他到了广州，他会这样唱广州。广州魅力，我习惯了已经啊。密西西比州呢？对，密西西比州，魅力盖世无双，皮蛋瘦肉粥。我觉得陈轩有一点就符合梅林的要求，什么？陈轩特别的幽默，对，幽默感，很开朗的男生，对，一定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。是的，我们为大家唱首歌，让大家领略一下你的这个歌声魅力，好不好？好。掌声欢迎。不要对我再说什么，我不想再听你的名字，从他嘴里露出的声音，不再想听你说你的秘密，一直隐藏着那第二个你。说，哎呦！好的，陈轩等这一刻等了很久啊，是是是，知道吗？好的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这个好朋友请上来，马兰、玛丽拉、玛丽亚，有请，有请有请。好的，再次来到舞台上啊，我们看看现在的阵容到底怎么样。嗯，我们站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站，好好站啊！这样的话呢，那彼此之间啊都不会觉得孤单啊。是是是，那个曹阳就站在这边啊，我站在这边，然后呢，那个这个刚子可以站中间去，你站在马兰旁边，马兰是你朋友嘛，对吧？啊，对，好的，好的，彭宇呢可以站在这边啊，对，我站在中间。啊，为什么？我怎么了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怎么了，曹阳？啊，你给他们安排的挺好。是是是，我就在这边了。曹阳，曹阳，对不起啊，我忘记了。我没有忘记啊，当然没有忘记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坐，你好，很好，来了。OK， 好了，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开场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曹阳一起来，马上进入升级版，来，你说啊，超级粘贴人，然后你飞出去啊 ，OK， 来超级粘贴人你就。来，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，超级粘贴人。超级粘贴人即将上演美女跳，天团男孩当然要大力支持了。刚子支持俄罗斯才女马兰，彭宇支持世界小姐玛丽亚，程炫支持来自美国加州的梅林。三个女孩的成绩将决定支持者的积分，全场积分最低的还将面对残酷的惩罚哦。好了，还是先来看看三个女孩的表现吧。首先要上场的是来自于我们刚子组的，是的，马兰花。马兰花 ，OK， 马兰拉面，马兰，马兰拉面可不是我开的。马兰开花21、2256、2257、2829、31。好的，恭喜你跳出3米10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一定要努力啊。3米10哦。马兰，3、2、1之后马上出发啊！好，加油！俄罗斯语，俄语，3、2、1怎么说？3、2、1还是1、2、3？3、2、1。3、2、1。还是说中文？好。我们只是想说，呀溜不溜几遍啊？哦，这个是很好的鼓励。呀溜不溜是什么？呀溜不溜几遍啊？我爱你，对吗？对。是啊。呀溜不溜几遍啊 ？OK， 好的。3、2、1，呀溜不溜几遍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，刚子？对啊，轻轻一跃，2米60，2米6啊！我的天哪，好高啊！不错啊，2米60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下一位是谁？玛丽亚，玛丽亚。哎
有我们的黑珍珠。你帮我弄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帮你弄啊。对对，为什么？这个呢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还有这个。哎呀，明明彭宇是你的朋友，为什么一定要我弄呢？我要你们两个呢。哦，要两个人一起来啊！一起来啊！你好贪心哦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始吧。好好的，开始啊，宝贝儿。3, 2, 1, go！成绩不错啊，2-50，哇！彭宇，你真的英雄救美，真的是非常热情啊。对，对于帮助他的人啊，他根本不吝啬自己的拥抱。是是是，玛利亚，是我叫他过去的。谢谢。哎，玛利亚，是我过去的啊，对，是他过去的。哎，玛利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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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叫他过去，他不会过去的。是我叫他过去的。真的吗？哎，玛利亚，是我亲眼看着他们让我们过去的。下去。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是。好，掌声鼓励玛利亚。谢谢，谢谢。休息一下。最后一个要上场的是我们的梅林了，梅林加油。还有这样的动作，鼓励一下他。我已经在下面已经好好的叫过他，我觉得他。个子比他们矮一些，但是我相信他能跳的2米6吧，我觉得可以的。你是说1米到2米6之间都有可能是吗？两米五左右吧。两米五左右。好的，梅林，你自己的心愿是达到多少？我也希望能2米5、2米6。2米5、2米6。希望。希望，加油啊！没关系，不要有压力啊。好。来来来，3、2。加油 ，Go！ 加油，加油！好可惜，2米20，掌声送给我们的梅林，非常尽力，已经不错了，2米20，不错。陈炫，你还满意吗？我挺满意的，挺满意的啊。好的好的，我挺满意的，好，祝你们俩幸福啊。接下来我为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今天晚上的成绩。成绩出来了，积分也有了。马兰跳到2米6，名列第一，刚子获得100分。玛利亚跳到2米5，稍逊一筹。彭宇获得50分。娇小的梅林只跳到2米2，不好意思了，成炫只能得0分喽。谁来拯救成炫呢？正义的小勇士马上出场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三位可爱的小朋友。欢迎进入百分百小勇士。